只大喊一句，导游掌门请请注意，酒醒问三问，一粒多喝热水保治百病，修炼按照科学依据，系列要遵循道义，闯浪江湖拼的就是走为心，七主角光环靠的是一身正气，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天有山虚，就算剑兵我自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逃，来世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，决定天下谁敢立，如今当街一无完人比，虽然下雨就来不许散，狂风也怪一人，世界路多崎岖也开心，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天有山区，就算剑兵我自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逃，来世浪出个传奇，长枪出世纪，决定天下谁敢立，如今当街一呼万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，狂风也快一人，世界路多崎岖也开心，快走，快别让他跑了，这边看看那边，是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出城。嗯，哎，吴王他在给我狂刷666啊，我是冒犯他老婆了还是欺负他闺女了？你好像都干了，弟弟。吴王的女儿，文王世子的未婚妻。不对，那个雕随有问题，他居然对我没有怒气。我们还是先逃吧，一定有什么内幕我们不知道。走。哎哎哎哎哎刚才那是柳云城的陈局，他好像发现我们了。哼，借他十个胆。奉王爷之令，严禁城门。奉王爷之令，严禁城门。只能冲出去了，不得放任何人出去。关门，休要放走贼子。救！救！为什么不去追？哼，正是日月交替之时，视线模糊不清，如何追得？东去了，无极宗的方向。呸！明明和俺老王同样是地境巅峰，硬要哈巴狗带串铃撞大牲口。跟上，别让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抢了功劳。怒！驾！驾！快！驾！驾！哎哎，他们快追上来了，哥！驾！文献夜叉出，这要冲进去了，弟弟出车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
两个小贼竟然自己跑到了仇霄崖，这下你们是插翅难逃了。弟弟，待会儿找机会你看看能不能逃走，我帮你牵制。那个系统设下障碍，先给我升两级。亲爱的主人，请勿过度沉迷于幻想。我要死了。您的形象会永远以数据的形式存在于系统内，主人。二位跟着走一趟吧，武王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这是让我武王府颜面扫地呀。要么放下武器，要么去下地狱。还以为无极宗是什么大门大派，没成想连堂堂的少宗主都用这等破烂。你们宗门是建在偏远山区吗？啊，这剑给我磨巧指甲我都怕它崩断了。对面都是地阶，还有两位地阶员吗？而我只是二阶。不行，死就死吧。神丹内敛，灵兵自会。你看到了我兵器的铁锈，而我只看到了你们的无知和可怜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垃圾。建议你们一起上，太弱了可不好玩。杀！杀！杀！哎！哎！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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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什么时候？进阶到地境四阶了，你们都给我沉住气，小心些！夜魔天降第一式，破之玉。转太虚，混沌之初，演化阴阳，赐书灵符。哎，嘿，混掌，你才混掌，黑衣虎拳，痛快痛快，给我正大光明的较量一场吧。原以为是心障碍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开放世界要小心卑鄙的异乡人哦。哥，我来助你。神丹内敛，灵兵自会，难道果真如此？幽冥之路，神话名图。能死在一位真正的天阶强者手上，你们应该庆幸。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。陆仙阵。凶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